园艺学校的观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现在呢是金秋十月的季节，很多植物也在开花。这个呢就是我种的一个紫绒鼠尾草，由于它的株型比较高大呢，我现在就只能把它捆起来了，让它花集中一点。这个紫绒鼠尾草呢，就是它夏天的时候长势非常的茂盛，所以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短节，但是不能太晚，太晚了之后它就开花就会很晚很晚。那么一般性都是最热的时候，比如说七月的时候，最后一次短节，然后它长出来的新的枝叶呢就可以开花了。这个紫绒鼠尾草也有好多品种，这个是一个单色的，那有些呢是花萼跟里面的花朵呢是两种颜色的，大概现在有三四个品种。紫绒鼠尾草呢它有一个特点，它非常的强健，在无论在哪个地方呢它都生长得非常良好，而且花量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季节有这么多花量的植物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花园里面种一丛紫绒鼠尾草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九月份摘叶的枫树，它现在已经冒出了新叶来了。我们看这个琥珀金铃，那它的颜色变化还是很丰富的，你看这个是新梢上的，颜色比较嫩一点，但它的叶子后来老熟了之后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次我们摘叶的那个爪红，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摘过叶片的爪红，它的爆新叶的效果也非常好。这个红色叶片的呢就叫优雅这个品种，当时它效果不是很好，摘叶了之后它爆出的新叶不是很多，有些没有爆，那么说明这一颗植株还是比较弱的，所以大家就摘叶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植株比较壮的，它才会发叶比较多比较整齐。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它摘叶之后有个管理，水肥上面也是要适当的加强一下，但是也不要太多，太多的时候它窜得太多的话秋天它就不容易休眠，影响到它冬天落叶。还有就是它的新叶呢容易招虫，现在邪门叶蛾特别多，那喜欢吃它的新叶，你看这边已经是危害过了。刚刚说到了就是现在危害比较严重的就是一个斜纹叶蛾。斜纹叶蛾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哪里有刚开的花朵花苞，还有那个嫩叶它就在哪里出现，而且是晚上出现，白天你不容易发现，你发现的时候只能看到它的一些排泄物还有被吃剩的那个残叶。所以有一个好办法，简单的物理办法，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打个头灯，基本上在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出来看这些危害过的嫩茎上面，它基本上还会第二天还会来吃，这个时候呢就把它捉住然后处理掉，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这个开橙黄色花的植物呢就是玛丽金，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其实它的花量是非常持久的，一直在开，从春天到现在，然后到有时候到冬天不是太冷的时候它还能开。它的小花呢非常的精致，大家看它的花苞很漂亮对吧，然后它的开花的时候状态很有序列感，排列整齐，近看的话非常的精致，远看呢也是细高摇的品种，它就是在迎风摇曳，在花园里面也是非常的婀娜多姿。我们还可以看它的果实也是很有特点的啊，是这样羊角形的，里面有很多种子，到时候成熟的时候就像那个蒲公英一样可以随风飘送，它是罗摩科的植物。这个玛丽金呢在一些寒冷的地区呢可以放在温室里面栽培，也是可以一年四季开花的。这次呢我们有幸呢请到了植物专家汪岩老师，他现在是北京市园会植物馆的负责人。那汪岩老师呢对这个植物馆里的植物呢了如指掌，这次呢他就带我们去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新奇的植物。大家好，我是汪远。那么我身后的呢就是北京世园会植物馆，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植物呢？好，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跟我走吧。北京世园会植物馆呢它是一个以植物的智慧为主题进行温室分区的这样一个热带植物的温室。那么它呢分为逆境求生区、植物大战区、万里长征区以及变身大法区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呢就叫做逆境求生区。
那么为什么叫秘境求生区呢？因为这里呢种的是一些以红树林植物为主的一些滨海的植物，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呢是叫做红海榄，它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红树林植物。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支柱根来帮助红海榄呢在沿海的这种狂风巨浪之中扎根在泥滩上。现在看到呢是红树林的一个胎生现象，它的种子呢在树上成熟之后并不直接落下来落到土里，而是呢它的胚轴继续延长形成一个像铅笔一样的结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成熟之后可以直接插在泥滩上，进而长成一棵大树。红树林呢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植物，而是很多种植物组成的，比如说像这个是红海榄，鲁蕨，还有像木榄、秋茄树等等，都是红树林的一个组成的植物。那么它们呢都是适合于在这种沿海的潮间带，可以经历一定程度的水淹，经历一定程度的盐碱等等，那么它们来共同组成的这种沿海潮间带的红树林植物。这边看的呢是一个北京世园会植物馆温室之中最高的一棵植物，那么是我们管它叫做大板根，它呢是叫做青果榕，是榕树的一种，它有很长的这种板根来支撑它在热带雨林之中能够屹立不倒。这边呢是植物馆制作的一面苔藓墙，那么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布置的方式，它有点像我们的雨林缸一样，那么把整个一面墙用苔藓作为一个基底，上面呢布置一些石头啊、木头啊以及植物等等附着在这个苔藓墙上面，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雨林景观。秋海棠植物呢其实是非常适合于家庭进行种植的一类植物，首先它种类非常丰富，光是原生种就有1000多种，那么品种呢更是不计其数。其次呢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它的叶子从各种的红色到蓝色到这种深的黑色等等的叶子的颜色非常的丰富而且迷人。那么它的种植呢也非常简单，只要给它合适的这个水分，另外呢它对于光的需求也不是非常的多，那么可以放在一些相对阴暗的地方就可以很好的生长。我身边的这棵大肚子树呢我们管它叫做弥勒树，那么它其实呢是叫做白花异木棉，是生长于南美的一种这种可以叫它是多肉植物。那么它呢的树干里都是存储的有很多的水分来帮助它度过一些旱季等等的。那么像这么大的树呢我们家里可能很难种，但是呢像一些九瓶兰啊、一些佛都树啊等等小型的多肉种类，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家里种的。像这些植物呢很少需要大量的水分，那么只需要维持土壤的一个微微的湿润，让它能够正常的生长就可以了。梭罗类植物呢总是给人以这种恐龙时代的感觉，那么其实呢梭罗类植物也并不是非常的难养，如果是在华南地区有院子的土豪朋友呢其实可以试一试。梭罗呢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其实非常的简单，它们就是需要非常潮湿以及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有这样的环境呢它们的生长是非常的迅速也非常好养的。当然了太阳呢是不能够进行一个直晒的，所以它的上面呢需要有适当的遮阴，这样呢你就可以种出这样叶子很优美的这样一个梭罗类的植物。这边呢是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多肉植物以及仙人掌类的植物，它们呢通常都是比较喜欢高温低湿以及阳光充足这样的一些环境。那么我身后的这些多肉植物呢是我们为这个整个北京世园会植物馆的一个多肉植物展准备的。一些生石花以及肉锥花呢它们的原生环境就和现在这里的比较相似，它们都是生长在一些岩石的缝隙啊，或者是一些碎石之中，或者是一些卵石之中。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呢它们就需要用它们的叶子来存储很多的水分，
所以形成了它们现在的一个形态，就是这样的一个肉肉的，像一个圆球一样的这种形态。同时呢，它们的一些颜色和它们周边的这些石头也非常的相似，这样能够达到一个伪装的效果。这样一些环境呢，来模拟还原它的一个原生性，就能够展现多肉植物它的一个原生的美。世园会的植物馆内容真是太丰富了，我们在一个馆里面可以看到热带雨林，也可以看到沙漠里面的沙生植物、多肉植物，可以说在一个馆里面可以看到了几个温室的展品。那么现在很多多肉植物呢，也可以进入了一个它秋天的一个生长旺盛时期，我们可以露天给它进行一些养护工作。经过了一个夏天，很多多肉植物呢，它有一些伤亡啊，它有些是休眠期，它有些可能挨不过这个高温，有些死掉了。但是我这里面的一些多肉植物还可以啊，还大部分还都存活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它的露天养护，给它增加一些水肥光照，那么保证它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呈现一个最佳的那个观叶效果。这盆多肉呢，它长势比较好，我分析下来呢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我种植的时候呢，是种植的密度比较是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现在长势整个它还是有充足的空间长。然后就这个土呢，盆土比较多，它的根系可以自由生长，不像那些小盆里面。所以这个马库斯，你看它的芽很多很多，等到它天再凉一点，温度低一点，光照好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粉红色，非常的漂亮。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仙人掌多肉类植物呢，它喜欢比较一个干燥的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有一部分的仙人掌科的植物呢，它是喜欢湿润的环境。这次呢，我们请到了上海植物园的毛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植物。嗨，大家好，我是上海植物园温室管理中心的多肉主管毛汝佳。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仙人掌里面的奇葩，它们不是生长在非常干旱的地方，反而是生长在了雨林之中。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些奇葩们是怎么在雨林中生长的。这就是一类附生类的仙人掌，它们就是生长在各种雨林当中的。在雨林当中呢，虽然雨量非常的丰沛，但是这种附生类的仙人掌，它们是主要生长在一些枝头上面的，而能够在枝头上保留的水分呢并不多。但是仙人掌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根系吸水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它能够在瞬时间吸足了水，然后它在使用水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节省，所以它能够在这样子的枝头慢慢慢慢的生长，这也就是它能够在雨林中生长下来的原因。然后这一类的仙人掌呢，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些丝维属，然后还有昙花属、令箭荷花属，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鼠尾掌属，还有一些假丝维和仙人指，它们都属于附生类的仙人掌。虽然仙人掌基本上都被在那个新大陆发现，也就新世界大陆，也就是在一些美洲和澳洲会有发现，但是澳洲那边其实也是人们后期带过去的，最主要发现地方呢还是在美洲。但是人们发现有几种丝维属的植物，它能够在欧洲跟非洲继续生长。人们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呢？就一般来说，仙人掌它们只在新世界大陆才会有。然后他们就发现，像这种丝维属的植物，它们其实长得跟胡寄生是有点像的，它的浆果是带有粘性的。然后人们就猜测，会不会是鸟类把它的种子带到了非洲去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呢，船员们把它当作是胡寄生的枝条，作为圣诞节的一个装饰品，然后也就带到了欧洲和非洲，然后在那边开始扩散开来的。这一株呢，就是丝维属的巴斯柳。你看它的刺基本上都已经演化成非常柔软的毛了，可以随手的去触摸它。它呢也是丝维属当中分布最广的，除了在美洲有，它在那个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都会有很大一片的自然分布区域。它的花其实都非常的小，丝维属的花都很小，大概直径也就是在不会超过1公分，而且基本上花色都是以白色的为主，
它的果呢都是一些小小的浆果，以白色为主，少数种呢它会变成一些红色的浆果。其实附生类的仙人掌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常见的昙花其实也是属于一种附生类的仙人掌，而这一株呢是昙花中比较叶形奇特的，叫做角叶昙花，当然市场上也会有人叫它做鱼骨昙花。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叶缘是呈这样三角的一个边缘形状的，它跟其他昙花都是一样，都是叶间开放的，而且它们的香味都非常的奇特，非常的美妙。这是一株红叶尾，虽然看着和丝尾鼠的植物很像，但它其实不是丝尾鼠的，它叫假丝尾鼠。然后它的叶缘呢已经完全没有刺了，非常的光滑，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小的浆果，非常的可爱，成熟之后呢会更加的晶莹剔透。它的红色就是来自于阳光的一个暴晒，晒过之后颜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鲜红，然后如果光线不足的话就会变成反绿色。这是一株丝尾鼠的窗枝梅，它跟其他丝尾鼠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生长在巴西南部大西洋森林区的。这个森林区呢不像典型的那些热带雨林，它是有一些无林地或者是灌木草丛的，它一般是附生在树丛上或者是岩石缝中的。其实很多附生类的仙人掌它除了在树上能够生长之外，它也能够在一些石缝当中生长。这一颗红红的是丝尾鼠的扁果尾，可以看到它的茎节都已经完全扁平化了，在它的新枝上面呢可能会有刺座上还会有一点点毛毛像毛状的一些刺，在它的老茎上面已经完全没有刺了，而且它的果实是这样非常颜色鲜艳的红色的。它的叶色呢也是因为紫外线相对高一点的话它就会变成红色，而紫外线相对低的话那就会变成绿色了。这也是一颗丝尾鼠的植物，现在正值果期，它的枝条上已经长满了果实，可想而知它当年开花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密集，是不是看上去特别像胡济生呢？想当年估计就是那些英国不识货的人然后把它当成了胡济生枝条来装饰那个圣诞节的花环。这是一株丝尾鼠的赛鹿仙人棒，为什么叫它仙人棒呢？你看它的茎节不是圆柱形的，也不是那种扁平状的，而是这样子的一个三棱形。它的新的茎节上面呢，可以看到还有是有一点点那种毛状的刺，但是老茎节上也是已经没有了的。现在呢正值花期，它的花非常的小，直径不超过一厘米。它种子传播呢，主要是靠鸟类，而不是靠其他的昆虫。这两株看着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们都是昙花，而且都是石化类型的昙花。这是一株卷叶昙花，这是一株岩石昙花，它们都是石化的一种变异，它呢叶子就会变成一种卷曲的形状，而它呢就是一般我们知道昙花的叶子会变成很长，它就会把它压缩压缩压缩的特别矮小，非常的矮小健壮的一种叶形。但是如果浇水浇得太足的话呢，它还会有一些反祖的现象，变回它原来的样子。所以在种这种类型的昙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控制它的水分。可以看到这株卷叶昙花上面还有一颗果实，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昙花的果实。昙花的果实它的外皮都是这样子非常鲜亮的一些粉红色的，非常的好看。这里呢我来介绍一下丝尾鼠特殊的种植方法，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板植。板植其实常见于兰花的一些种植，但是作为附生植物的它也是可以板植的，只要你能够提供它足够的水分跟养分。像这样一株的话我已经种植了有一年多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根已经爬满了整个绝板了。在种植丝尾鼠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会选择一些比较浅的扁平的一些盆，一定要透气性好。而它的土壤呢跟我们平时种仙人掌的土会有所不一样，我们知道仙人掌的土一般是稍微偏碱性一点的，而种植丝尾鼠的植物或者是一些附生类的仙人掌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偏酸性的一些土壤，一些腐殖土为主。然后在浇营养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般仙人掌我们都会尽量选择仙人掌专属的一些很低氮的一些肥料，但是在种植附生类仙人掌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会选择可以用普通的花肥，正常氮含量的一些花肥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在一般就是在用浇肥的时候，一般是正常的花肥跟仙人掌花肥轮替着给它浇肥会比较合适。
然后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浇一些磷含量稍微高一点的，来促进它的花芽。而到了秋冬天呢，就秋天的时候给它施肥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一些含钾或和镁比较高的肥料，然后让它比较安稳的度过冬天的冷的温度。好，附生类仙人掌呢，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买一些这种附生类的仙人掌养一养的，这个还是非常适合家庭养殖的。然后以后呢，我还会再讲更多关于仙人掌和多肉植物有趣的事情，以及关于它们如何去养护。谢谢。这个白色的呢是一种秋牡丹，我们在野外呢也可以看到很多野生的品种，我们都叫它野棉花，其实是我们一个国内的一个本土的物种。在日本呢，它培育了很多的园艺品种，比如这个重瓣的红色的这个园艺品种，还有一些粉色重瓣、白色重瓣，还有一些单瓣的品种。其实我们在野外也可以收集一些这种植物，直接种到花园里面，它的抗性非常的强，而且是多年生的宿根花卉，非常的优雅纤细。这个秋牡丹呢，其实是喜欢一个冷凉的环境，在中国的北方跟西南地区呢，山里面非常的多见。那么刚才汪艳老师带我们看了世园会植物馆的室内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屋顶花园。屋顶花园上面种了很多的当地的原生植物。这边呢是北京世园会植物馆的屋顶花园。那么屋顶花园呢，它的植物呢是模仿北京这个海坨山的山顶这样一个高山草甸来进行种植的。那么像这种一个野生式的缀花式的一个草甸呢，也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一种种植方法。那么使用了大量的北京乡土植物，那么有70多种来自于北京周边亚高山的植物来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屋顶花园。那么使用乡土植物呢，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它的维护、它的打理都会要相对的简单很多。同时呢，再加上一些园林上常用的一些比较有野趣的一些品种来共同组成这个花园呢，能够使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屋顶花园显得更加的自然与和谐。像这个呢就是毛茛，那么它呢平常来说在园林之中经常是像杂草一样，但其实呢把它真正的引入到园林之中作为一种绿化植物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野趣的这样一种观花的草本。它从早晨的4、5月份一直到8、9月份都有这种很多的花，可以给人一种这种非常自然的一个感觉。像这个八宝景天类的植物呢，其实在园林之中已经有所应用了，但其实呢北京野生的也有很多的这种八宝类的植物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这个轮叶八宝，它的叶子呢是轮生的，也可以引入到园林之中作为一个很好的观赏植物来使用。悬浮花呢，它的开花非常的多，而且呢它的适应性非常好，其实是我们身边不可多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园林植物的一个材料。在北京的一些河流啊、湿地的一些岸边，经常能够看到像我旁边这个植物，那么它就叫做红料。它是一个生长在湿地之中的很高大的一个料科的植物，那么其实呢它也很适合放在园林之中作为一个这个小品来进行观赏。我们平常看到的铁线莲呢，很多都是一些藤本的大花的一些类型，但其实呢北京还有像我旁边这个大叶铁线莲这样一些偏向于小的直立的草本，那么花也比较秀气的这样一些种类，其实呢它们在这个园林之中也可以很好的作为一个园林材料和其他植物进行搭配，它们的花会非常的淡雅，非常的秀气，而不像其他一些铁线莲一样花非常的大，那么可以作为不同的一个材料进行尝试。后面的这个呢是植物馆的一个网红茉莉和她的一家人，这是一个英国的艺术家使用一种叫做小花母茎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这种植物材料呢它是比较坚固耐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在菲律宾遭受到了大量的破坏，
所以呢，这个艺术家使用这种木头的边角料来制作了这个长颈鹿的雕塑，来呼吁大家要对这个植物的资源谨慎的进行利用。从温室的红树林一直通过植物的这个智慧，那么转完了整个的植物的温室，那么又来到了屋顶花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有机会能够来到北京世园会植物馆进行参观，来亲自看一下这里的植物。我们刚才欣赏了美丽的屋顶花园，这个屋顶花园上面这么多乡土植物，还有一些宿根花卉，营造出了一个非常有野趣的园艺环境。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周边看一下有没有当地的特色植物，也可以用一种合理的搭配的话，也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优美的小花园。好，我现在手里面的这个球根呢，就是小苍兰，又叫香雪兰。那么这个时间呢，它已经开始发芽了，我们这个是最佳的种植时间。如果预售的话呢，可能要晚一点才能拿到手，但我们现在可以看起来有很多的球根花卉，比如说郁金香呀、风信子啊、洋水仙、大花葱，还有一些稀有的小球根，我们都可以去网上面订购一下，那么种植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基本上从现在到年底的话，都是一个最佳的球根种植时间。这个呢，跟这个小苍兰呢有点像啊，但是它比较小。这个叫是鸢尾科的一个拉培树，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巧的花。去年的花朵大概也看到了，是在初夏的时候开的，花期比较晚。那么有这样一些特色的小球根花卉呢，可以会给你的花园呢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呢就是我们上次节目里面定植的一些铁线莲苗，因为上次是扦插的时候，刚刚生根，定植的时候都是用的素土，我们这个时间呢它已经长出了新叶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加强水肥的管理，让它们尽可能的根系呢尽量的多生长，那来年的时候它就会一下子窜出很多花枝来。那么现在呢十月份天气转凉了，非常适合园艺劳作。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植物还是能够旺盛的生长一下。那么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又可以看到热带雨林里面的观叶植物，很多的那个阴生植物，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山的多肉植物，高山的多肉植物。